收看的是 CTV 中视。关键2018辩论会上，陈其迈才说自己是弊案绝缘体，可是对于贪污犯逍遥法外却不吭声，只因他是花妈的爱将赵家宝。通气期间吃喝玩乐 po 脸书，还跟陈菊前法务部长邱泰三见面吃饭，嚣张挑衅公权力，抓不到他。除了公权力被践踏，你还相信公正干净的选举吗？你放心今年的选务吗？因为就在选前爆发了嘉义县333张选票差点外流，检方火速侦结不起诉，真是无心之过，还是检方只想息事宁人？而这个中选会更是带头违法，选举公报硬要重新纳入行政院意见书，不甩法院裁决，再烧900万纳税钱在网络报纸刊登，这样的中选会选民还能信任吗？为你介绍今天跟我们讨论的来宾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王宏威。千惠好，大家晚安。台北市议员候选人游淑慧，主持人好，大家晚安。以及 Open KMT 副执行长郑兆兴，大家晚安。还有资深媒体人黄伟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在我们的讨论过程当中，同时也开放电话 call in， 欢迎您打电话进来表达您的意见。好，电话号码是02-2796-5270，同时在我们镜面的右下方也有电话号码，随时欢迎全台湾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尤其是南部高雄的乡亲，更是欢迎您表达您的看法。而就在前几天余麦辩论会上，记得吗？当时韩国瑜就质疑了陈其迈，说：“好，为什么呢？有贪污犯4年不到监狱报到，已经被通缉了，居然还在街上爬爬灶。”他指的就是赵家宝。好，赵家宝究竟何许人也？带你来看到，他是高雄市府的前专委，那么同时也是花妈的亲信爱将。好，那么他的案子呢，主要是这个贪污案的部分哦，在2014年底的时候呢，因为收受这个市运贿赂，所以呢被判刑了11年定谳。好，结果没想到定谳之后呢，他还po脸书，而且还po出他跟陈菊见面。好，隔年2015年的时候呢，更是和前法务部长邱泰三以及前彰化县文化局长陈文彬同桌吃饭。好，那么同时呢，一直到了今年已经2018年了，有民众爆料说哦，在10月份的时候呢，也曾经看到赵家宝在高雄的海产店呢，和这个民进党的立委的助理一块聚餐。好，不过就在11月初这个消息一曝光之后呢，赵家宝火速的关掉脸书，直到呢，我不知道他是觉得想要避风头，现在风头是过了吗？就在今天早上他重开脸书了，而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他大概2个小时之后又再度的关闭脸书。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2018年了，整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这么的嚣张，直接就po脸书，他是在挑衅公权力，挑衅检警抓不到他吗？可是韩冰是抓不到，还是根本不想抓？是，其实那天听辩论的时候，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你会发觉当时韩总是问陈其迈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庆父案的弊案，他到底要不要继续追查？那第二个呢，就是高雄一下子出现了5000个天坑，你到底要怎么解决？结果呢？那个陈其迈就是用说他22几年来就是所谓的弊案绝缘体来搪塞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对5000个天坑他完全没有回答，因为我个人认为其实5000个天坑跟庆父案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那都很可能牵涉到弊案的东西，可他完全对这个东西避而不答。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现在选举打的旗号叫花妈接班人，对，那他既然是花妈接班人的话，不好意思，这些东西你就必须概括承受，因为你既然自己说他接班人，那他过去做的所有事情显然你都是认同的嘛。那现在问题来了，花妈任内没有其他的弊案吗？包括高雄气爆案其实草草结束，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中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内情？更何况是气爆案之后，居然这些所有涉及气爆案的官员后来全部一个个全部升官，那更让大家觉得很奇怪。那好，现在这次这个赵家宝的事件出来就更诡异，他是2014年7月17号被判刑确定，然后他不到案，所以他2015年6月开始通缉他，他通缉他之后呢，就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每天在那边吃喝玩乐，一下跟邱泰山饮酒作乐，那一下跑到赵天麟家里头去跟他碰面。对，所以他很难抓吗？是，这个很奇怪。然后呢，今天人家跑去问法务部长蔡清祥，蔡清祥的回答我觉得超级妙。他说呢，就好像我是法务部长，可是不是每个通缉犯我都知道啊，也许他们这些人都不知道。我觉得你说一般人不知道赵家宝是通缉犯，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也不知道他是谁。可是问题是，第一个他本身就是花妈的爱将，对。然后呢，他能够去赵天麟家，表示他跟赵天麟很熟，朋友不是吗？是很好的朋友。他会去跟邱泰山饮酒作乐，他本身以前在高雄市政府又是专门委员，表示他跟民进党这些人关系都非常深嘛。那我请教一下，他当年被判的案子重不重？非常重，他是被判11年呢，贿选被判11年，表示情节非常重大。那非常重大的一个案子，你觉得民进党这些人会不知道吗？不知道他已经定谳，不知道他已经是通缉了吗？那你们还跟他在一起饮酒作乐，还到处跑，然后一直到今年11月才还被人家看到他直接在街边就这样直接跟人家喝酒聊天，那表示这段时间整整4年的时间，他完全没有离开台湾，他一直在台湾到处跑拍照，然后人家脸书还拼命的开，然后一下跟这个喝酒，一下跟这个见面，然后我们的检调好像完全跟死人没什么两样，就好像完全视而不见，一直等到今11月初。被人家检举之后，然后现在才开始说要成立专案小组。那你过去这4年，你到底在干什么？他不是一般的犯人，你可以告诉我说，不可能每个通缉犯你都去成立专案小组去抓他，确实没错，你没有这种人力。他算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又涉及到刑期是11年以上的重刑犯，就你们完全不吭声，人家脸书在那边，你们也没有人去调查，然后就让他继续这样弄。结果呢，现在一被检举之后，他脸书暂时关闭，今天又打开了。对，他脸书重新又开了。这脸书重新开什么意思？就摆明就是你能把我怎么样？而且11月初消息曝光之后，到现在11月底了，是，他一样还在拍拍照啊，他继续拍拍照啊，然后你一样拿他没辙啊。所以你说这中间没有人包庇，不是因为他有很多靠山的话，你说这要如何服众呢？所以我觉得，包括民进党、包括高雄市政府、包括高雄地检署，都应该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哦，那么陈其迈在今天回答媒体记者的追问呢，他就一句说我不清楚，我跟他不熟哦，这样子回避掉了。那么只是刚刚韩冰也特别讲的，你陈其迈打的就是花妈接班人，那现在完蛋了哦，只要任何跟花妈沾上边的弊案、负面消息、负面新闻，他通通没办法说上半句话，都不敢讲，不吭声啦。当然，陈其迈故意就是回避啊，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因为哦，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严重？因为赵家宝他是一个贪污犯，而且被判刑定谳确定了，那他可以逍遥法外长达4年。你知道很多人当时第一个看到这新闻的时候，以为说哦，这个赵家宝是不是藏匿在海外？结果完全不是，哎，他一直在高雄哈，他可以在高雄的海产店，他可以到赵天麟的家里，他可以开脸书，所以很多人都可以找得到他。但是我们的检警调，因为他在高雄非常安全嘛，等于说你在高雄是受到保护的。那赵家宝何许人也？赵家宝，你知道他，因为大家都说他是陈菊的爱将，为什么呢？因为陈菊当年他在高雄当劳工局局长的时候。你看那么早的时候，赵家宝就是他的机要秘书，后来陈菊又高升啊，去当那个劳保局的总经理，赵家宝还是当他的机要秘书。那等到陈菊回到高雄之后，担任市长，他继续担任陈菊市长的机要秘书，所以你就知道他一路走来全部就是跟着陈菊，那所以他当然是陈菊的左右手。而这一次他的一个贪污的状况，就是在整个高雄在承办市运的期间，赵家宝以市长机要的身份啊，去指三道四，好要求要把什么样的采购案给特定的这个财团，后来确定判刑定谳。好，所以这件事情跟陈菊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也必须要打一个问号。我们刚刚讲，因为赵家宝一路走来都是陈菊的机要秘书，而且是他的左右手。好，那既然你已经判刑定谳，但是你却可以在高雄，刚刚讲他可以逍遥法外长达这么久的时间，但是大家不敢动，就是不敢动，一直等到被媒体踢爆之后，也就是说到今年11月，然后的这个我们法务部说，哎，我要成立这个专案小组，可是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找不到赵家宝，而且他可以嚣张到说我重开脸书，是因为后来又被立委踢爆说他脸书都重开了，你们到现在人都没有找到人，
那所以他现在又开始紧急关闭脸书，所以这件事情这就代表为什么民进党说高雄不能输啊？为什么高雄不能输？因为这些要被包庇的人就没有办法被包庇啊！如果我觉得陈其迈应该正视这件问题，如果可以容忍赵家宝这样的人可以在高雄逍遥法外的话，那我请问，在民进党的执政下，高雄是不是要继续成为贪污犯的一个避风港？这是陈其迈应该要回答的问题啊！好，所以陈其迈说呢，他自己是弊案绝缘体。那么这句话你相信吗？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开放观众朋友call in哦，尤其是高雄的乡亲们，欢迎您打电话进来。那同时呢，我在这边特别提醒哦，在打电话进来呢，两件事情不要做。第一个，提到民调，好。第二件，也就是人身攻击，一旦如此的话，我会立刻的挂断电话。在这边，欢迎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好，那么同时呢，回到刚刚哦，讲到说，大家很好奇赵家宝他是什么十大通缉要犯吗？是抓不到吗？法务部长蔡清祥还在说，哦，因为呢，跟他吃饭的这些见面的这些人，陈菊啊、邱泰山啊，应该是不知道他是通缉犯。好，你说这些民党大佬不知道他是通缉犯也就罢了。但是你检警不知道吗？不认识吗？伟汉，这是有违我们一般人的常理判断吧？我们刚刚讨论到现在哦，其实我给大家看几张重要的照片，看了以后大家可能会吓一跳哦。主持人也有特别准备了，2014年11月28号，这个赵家宝，全台湾最难抓的这个宝哦，他贴了一个脸书，然后写什么？太好了，可以睡到饱了，对不对？好，大家看到对不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哈。也请摄影师可能稍微拍过来一下哈，在11月28号的这一天，其实大家知道今年的选举是11月24，四年前选举是11月29，所以11月28呢就是选前之夜。这张照片是赵家宝他所贴出来的陈菊花妈的照片。观众朋友要知道哦，这一天是11月28选前之夜，而当天大家可以看一下花妈陈菊，她就是穿这套衣服，完全一模一样。我再给大家对一次哦。他在11月28的时候贴出了这张照片，而11月28的晚上，陈菊登台，谢阳廷来帮他站台的这个选前之夜造势晚会，是不是就是这个衣服以及这个披巾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好，那观众朋友，赵家宝早在2014年7月17号就被判刑11年定谳，他是因为市运案的收贿，然后被判了11年定谳，所以离开市政府不当市长陈菊的机要了。可是7月就被判刑。就说离开市府，到了11月28选前之夜，还在讲说终于忙到现在可以睡到饱了。所以他到底有没有离开陈菊团队？所以今天他贴出这个照片，也在告诉大家，我一直都在啊，你们找不到我，可是团队找得到我，赵天麟找得到我啊，然后这个邱泰山找得到我啊。对，邱泰山现在蔡清祥法务部长出来跟大家说明说，哎，邱泰山的这个喝酒的这个照片哦，是在2015年2月11号，但是两个重要的点就是2015年6月他才被通缉，那么2016年5月20号邱泰山才当上法务部长，所以我不知道他当时已经被通缉。我们今天如果说很久开一次同学会，同学见面说，哎，赵信你最近怎么样啊？小孩怎么样啊？你结婚了没有啊？家里怎么样？大家都会问他。在高雄市政府上上下谁不知道一个市长机要因为社会被判了11年，怎么会不知道他被判11年没有去入监服刑？然后你说那个时候我还是不是法务部长 ？OK， 但你后来当了法务部长，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你有想要去找他吗？现在蔡清祥出来讲说，好，我们立刻成立专案小组，4年了才要成立。OK， 那成立专案小组的同时，我们的法务部长也想说，呼吁目前我们全国的国人，如果有人看到赵家宝，请赶快通知相关单位。你第一个电话打去问邱泰山嘛。你最近有够盖灵柩不？打去问花妈陈菊嘛，他为什么可以在11月28的时候拍到类似像是市长的，可能类似一个休息室或办公室，或甚至可能是那一天晚上造势晚会的后台，我不知道。但是他PO出来那个时间点非常敏感，他其实是要告诉人家，我就是陈菊得力的助手。那很简单，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陈其迈是选高雄市长，他要切割，他说他是弊案贪腐的绝缘体，他要宣誓啊，我当市长的时候，我也要努力尽力的把这个赵家宝给逮捕归案啊。所以整个。陈菊的市府到底真的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还是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没讲，社会的观感非常差。不然问看观众朋友的意见就知道，其实网络上已经有太多人讨论这件事情了，就是居然有这么夸张，大家都不知道，四年了
抓不到这个人，然后法务部长还跟他吃饭喝酒。你说你那个时候不是法务部长，你后来当上法务部长之后，你有没有再跟他联络？邱泰山目前没有出来说明，是这个蔡清祥现任的法务部长再帮他解释个半天啊，他应该不知道他是通缉犯，那他也很好笑，那他不知道他被判了十一年，他应该入监服刑，而他没有入监服刑，七月就被判刑，到了第二年的二月还坐在那边跟你喝酒，你不知道吗？好，所以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尤其是高雄人。好，目前的电话线上是来自高雄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请说。你好。你好。其实我想先说一下，我觉得台湾的警察其实非常的优秀。嗯。因为台湾警察非常优秀状况是什么？是因为他有一些只要发生什么案子，他的治安辖区里面的问题人口，他们都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掌握。嗯。什么窃案一旦发生，抢案一旦发生，他可以马上从监视器里面就判读到说，哦，这个是他们辖区里面的治安人口什么，然后居然会有一个被判了十一年重刑的通缉犯，在高雄市区流窜了四年，他的生活要怎么过？他的钱哪里来？他要怎么工作？他在路上难道不会遇到警察临检吗？他在路上难道不会遇到警察说，哎，见行机可以把他拦下来吗？基本上应该是有，应该是不敢拦吧，可能也认识了这个人，拦下第一个拦下来之后不知道怎么办啊，如果真的拦下来以后查到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说一开始就被人家交代说这个人就当作他不存在，你要当作他死了也就算了，走过去你眼前就当作他不见了，不然以我们现在的警政系统，我们的监视器，我们的民防警察对社区的各个方面的了解，他能够在高雄被通缉四年，没有任何的收入，没有任何的工作，然后到现在还能上脸书，他的手机电信费是从哪里花钱来缴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我的觉得是，警察也可怜，嗯，应该是有被交代，哦，或看到就算了，嗯，就看到眼睛就当瞎了，哦，就过了，哦，啊，然后就有些事情呢，选择记忆那个片段的遗忘，你忘记你看过这个人，你忘记你遇见过这个人，然后你就当作你没看到，啊，这样这个人就这样好好的在高雄就这样过了四年。我觉得真相大概是这样了，就像人家讲的，全高雄市都知道高雄市的色情场所在哪里。好，这是王先生的怀疑。好，那么另外呢，下一位是台北内湖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你好。你好。我想说的是这个，虽然我希望他被抓到，但是我希望他选后才被抓到，但选前呢可以帮忙多催一点票。是，然后就是因为我是算从高雄然后北漂到台北嘛，多少年了？高中之后就在那个台北了，就在台北，嗯，对，然后又去路漂，所以是这个月回来，然后下个月投完票回去，是，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实在是太，就是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创党的这个精神，嗯，然后想扣谁，尤其是陈其迈，嗯，所以呢，这个我们这次家里这个在高雄的很多乡亲都会投这个韩国瑜啊，嗯，以前是投民进党的吗？以前我很少投票，但是这次肯定从大陆要回来，然后要去投票。那的市长就投丁守中嘛，然后议员的话就投那个游女士。今天在场的游淑慧是吧？恭喜！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民进党实在是一定要让他们下来，然后给他们一个这个教训，因为只有下来之后，他们才会再谦卑了。好，感谢杨先生。我们接下来也是来自高雄刘小姐，刘小姐您好。好，您相信这陈其迈所说的是弊案绝缘体吗？对，喂喂，我你好，主持人好，我是高雄，我姓刘，是，请说。因为我那天听那个韩国瑜跟陈其迈哈，他在辩论会对不对哈，然后我听那个陈其迈讲了一段话啦，他说
那个国民党哈，谁来当高雄市长都可以啊，就是不能让韩国瑜来当啊。嗯，好，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票不要投给他啦。嗯，好，但是我跟你讲，我已经五六十岁了。我是父母亲养大的，不是你们民进党养大的啦。难道我们自己要投个票吗？还要听你民进党听你那个陈其迈讲吗？对不对？嗯，嗯，是不是？难道因为只有韩国瑜出来嘛？不是两个国民党嘛？两个国民党你来讲说不要投给韩国瑜，这个倒还可以听得起啊，哈。嗯。但是你就是说这个票不能投给韩国瑜，也不能让他来当市长，那还要在你民。在里面那个民进党来当吗？对不对？我跟你讲，我已经六十几岁，我不是民进党养大的啦。嗯，不支持民进党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支持民进党？哎呀，太烂了啦，烂到不行啦。嗯，真的啦，烂透了啦。嗯，生活没有变得更好吗？生活不好吗？生活好不好哈？这个。怎么讲呢？对不对？大家都是要拼啦。嗯。但是你们民进党是在说实在，不是说市长什么，就中央啊，这个蔡总统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民进党哈，说实在，他们执政这两年哈，再这样下去哈，大家都肚子哈，我不晓得，连稀饭都没得吃了啦，真的啦。嗯，好，谢谢刘小姐打电话进来啊，我们休息一下了，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接call in电话，同时一起继续讨论剖析。欢迎继续回到两岸一定忘的 live 现场。陈其迈他以人格担保，说自己是弊案绝缘体。可是光是面对一个赵家宝，他就是一句呢，他不清楚，跟他不熟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淑慧，我们也可以想见，一旦他当选之后，他面对贪污犯的态度是不是就这样？刚刚那个我跟赵鑫在开玩笑，赵鑫讲说世上只有花妈好，我就马上接一个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就是赵家宝。我觉得赵家宝这个事情现在真的是很夸张，为什么呢？其实这件事情是十一月初的时候就媒体就揭露了，而且政论节目也好，媒体都有大范围的讨论。请问那个时候法务部睡着了吗？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去成立专案小组呢？一直到了过了一个月，哎，他又出来再度挑衅，引起立委的关切。他在被立委质询的底下，只好说：“哦，好了好了，我们来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请问这28天你干什么去了？我觉得高雄的检调真的很神奇，从三个事情就很神奇。第一个就是赵家宝，你看之前哦，动不动就说抓到境外势力的 IP 了，抓到什么在对岸 IP 在北京，这些都抓得到。赵家宝生活在高雄这么多年，他没有生活轨迹吗？他从来没有就医过吗？他的健保呢，有没有使用过呢？这一些都是有迹可循的。就算他电话是用别人的名字好了，他就医总要用自己的健保吧。所以我觉得高雄的检调哦，针对赵家宝这么多年找不到，这是第一个神奇的事。第二个神奇的是，大家应该知道，今天有一个林姓网友道歉，就他之前在网络上写说，韩国瑜发走路工。其实我收集了三个留言哈，从300、500涨到1500都有，这些都是网络的公开留言。检调单位都视而不见吗？再来就是媒体名嘴的乱抹黑、乱造谣。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意图使人不当选是公诉罪，也就是说，不管韩国瑜你告不告，检调都应该主动侦办。结果检调高雄的检调还是一样没有去侦办，我不知道高雄的检调到底怎么了，你们到底在侦办什么呢？这么重要的三个案子，媒体也在讨论了，争论节目也在，民众也在关心了，你却告诉我你们不知道。然后陈其迈更好笑了，他说他自己是弊案绝缘体，其实他一讲完以后，大家去看 PTT 笑成一堆，大家就问说，请问你回家的时候看到你爸爸心里在想问号？请问你看到你联合竞选的对象那个陈志忠的时候想到他爸爸，你心里在想问号？所以你怎么会是弊案绝缘体呢？你周围所有的重要人士都是跟弊案有关的嘛？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你要诚实的去说嘛，你不要只说都跟我无关，我是弊案不沾锅。绝缘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你做了没被抓到，还是你真的没去做，还是你面对弊案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高雄市民想要检验你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开放电话 call in 哦，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好，但是呢，两件事情提醒：第一，不要提民调，以及不要做人身攻击。我们看到算算时间呢，不到60个小时就要投开票了。可是面对这场选举，你认为是公平、公正、干干净净的吗？因为在选前爆发了两件事，哪两件呢？好，先来看到，就是在11月18号，在嘉义县发生有这个选务人员呢，涉嫌呢将333张的选票带出印刷厂，好，结果被管制区的警方给查获。好，那么他们的说法是呢，这个放在牛皮纸袋里头，一个不小心呢，把这个多出来的选票带了出来。好，因为这些其实都是要销毁的。好，一共呢包括了我们看到这个县长选票啦、村里长选票，夯不啷当有333张。好，那么检调也是火速侦办的。好，那么认为呢应该是无心之过啦，好，因为为了忙碌疏忽才犯错，并没有违反选罢法的主观犯意，所以罪嫌不足，不起诉处分。很快的呢，一天不到就侦结了。好，那么另外就是中选会更绝了。好，中选会在10月24号的时候呢公布了公投案的行政院意见书。好，可是隔5天之后呢，主委陈英前接获了行政院的修改意见书，一直到了11月12号，事实上这已经违反了公投法的规定了。好，那么中选会呢发布公投第9案到第15案政府机关修正意见书。好，同时后面还加注一句说，这公投结果不会影响到大法官视线，所以这个结果如何不管怎么样就是照常生效。好，一直到了11月7号呢，包括我们看到了幸福盟啊，还有这个反核实公投领衔人呢，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获准。好，告上法院之后，最后法院也裁决中选会是败诉确定，换句话说中选会违法的。好，但是中选会不甩哦。好，继续呢包括虽然说撤销了这个11月2号的重新公告的意见书，但是你今天翻看各大报纸，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四大报还有网络上他们的网站呢，都可以看到这11月24号版的意见书。好，那么引起这些轩然大波许多的争议事件呢，主委陈英前说很抱歉哦，这一次的选务工作到目前为止没有符合各界的期待，因此他向全国民众道歉。不过在这边我先请教赵兴的是，我们先来看到11月18号这333张的这个选票，是选票是333张，不是3张，哎，它厚厚的，大概还有3.5公分嘛，居然对会被带出，然后呢检察官又说啊，这是无心之过啦，这么快一天而已就火速侦结，在过去有看到这种情况吗？这个难道没有鬼吗？这个如果你是说是偶尔是一张两张哈，你说是无心之过，不小心夹带在文件里面，我觉得还说得过去哈，可能还勉强可以成立啊。这个200-300张这加起来你带上去，哎，那是很厚一叠，你必须要非常用心非常刻意的才有可能藏着带走的事实嘛。你不可能说我比如说我背个书包回去，里面放个大石头，我还浑然不觉，我还不知道东西变重或者是量变多，所以这很明显的说它是有分量，它是有一定程度的分量的。所以你说它这无心过失，这也太无心，你的心也太大颗了吧。那你要做选务人员，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筛检嘛，你不会去找一个特别怎么样心脏大颗或者粗心大意的人嘛，他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辨识能力哦。所以我们发现中选会在这种时候呢，用这么高的效率火速来处理这个案子，突然变成包青天了。可是我们看看中选会过去在碰到国民党这个公投送件的时候，说一天只能送一件，然后呢有不同的意见告诉你的时候，你是如何何等的推脱啦？当以核养绿公投要补件的时候，你是用何等推脱拉的态度？碰到这些法院都判说不可以哦，你其实是要让以核养绿公投补件，你还怎么样？你还要硬讲，你还要去对抗？你就是不愿意，只要是对这个政府执政党不利的东西，你是尽其所能无所不用其极的推脱啦，用极慢的效率让这些公投尽可能的不会成功啊。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那结果啊，最近不是也有吗？有人说这个有的媒体怎么样报道，他觉得说不公啊，有的敢于监督这个政府的媒体，他的报道可能监督政府的成分比较多一点，
那他可能就被人家什么怎么样，就特定人士去检举，那中选会就火速处理啊。所以你处理这个事情呢，怎么样？对待政府有利的你就推脱啦，对政府不利的你就赶快去处理它，这根本就是东厂的另外一个西厂嘛，你就是以做西厂很开心嘛。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行政院公投这个修正意见书，这分明就是已经在程序正义上面来讲的话，你已经逾期，你已经超过那个期限了。你第一时间火速当下，以你自己的专业，你会无法判断，包括你的正主委、你的副主委躲在后面的陈朝健，你的法学素养这么好。你是以这个法律专家出来的，你会第一时间不知道这不符合程序正义吗？你还说我要等这个行政法院的判决，行政法院判决已经告诉你是逾期，不可以这样了。你还说怎么样？第一次我听到有人行政法官说是行政法院违法，是判决你为合不合法的单位，你说他违法，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裁判？一直到最后不行了，被逼着一定要执行了，你才出来道歉。我坦白讲，在这种西方民主国家，你早就应该辞职了，你还有脸在这个位置上面坐，我真的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那更不用讲，除了这个以外，其实你还看到的是云林也发生了嘛，那个丰年社那个农委会主委，他在碰到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不中立的状况下，本来有个人做新书发表会，但是因为这个人现在是比较支持张立善跟这个韩国瑜的，居然就取消掉他，甚至这个丰年社的总经理被请辞啊。所以你用各种的方式怎么样，都证明了我们是以做东厂为傲哈。那这样的话，这问题是人民在看下去的时候，人民其实心里面是有一把尺，人民对于这种其实你在侵犯人民权利、对人民极度不尊重的状态，它是会引起反感的。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反效果，反而会造成大家投票行为里面对政府非常的不满意。哦，是这样吗？中选会还值得信任吗？好，对于这一次今年选举的选务工作，还认为是公平公正吗？我们来听听新北的洪先生你怎么看？你好，你好，请说。哎，千惠你好，各位大家好。哎，我是非常不支持蓝营也不支持绿营，非常理性有智慧的中间选民。那我有三点想很快速跟各位分享一下。第一点就是我是从网络上 YouTube 看直播的。那我这边要跟千惠说，就是网络上各位都非常的喜欢你这样子。哦，谢谢。然后第二点就是这次中选会的问题啊，我觉得问题非常的大。那我希望就是国民党能够请全党之力，一定要监控这次的投票的过程，请务必，因为我是在网络上看到听说的啦，看到有一个讯息，就是有一个神秘微笑邱毅仁先生好像到高雄去，那我是不太了解邱毅仁先生是怎么样一个背景，所以我有去了解一下，那我有看到当年两颗子弹的时候他的那个神秘微笑，我看的是不寒而栗，所以我是有一点担心，所以请国民党千万不要轻视这个中选会的问题，务必请全党之力去监督这件事情。那第三点就是，如果说因为我对政治人物是非常的不信任啊，然后也很无感，但是今年因为韩总的一些效应，让我觉得啊，假设国民党如果在今年大胜的话，那我希望各位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也不要欣喜若狂，请各位务必勿忘初衷，政党利益一定不可以高于人民的心神，请务必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好，感谢洪先生您的看法还有您的期许。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再继续回到两岸一定忘的现场。就在选前，中选会爆发了公报争议，等于是带头违法，以及嘉义县呢有333张的选票差一点点外流。好，在今年来讲，你还相信选务吗？还相信选务的公平公正吗？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哦。目前在线上是台中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是马千惠主播您好，还有两岸一定忘的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请说。是，好，我本身呢是台中的这个基层的公务员哦。那我自己本身是认为说，在这一次的选务工作其实是相当繁杂的，所以呢，这个公务员其实不太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因为呢，大家都好不容易才考进来。但是啊，就如同刚刚在新闻声讨论当中呢，这个丁守中他的这个竞选候选人，他就表示说，在这一次选务工作开放了太多外面的人士来参加，因此呢，可能整体的数值我们都会相当担心，就是在中选会部分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另外呢，在台中方面呢，我自己认为，因为大家放太多心力在韩国瑜身上，那在台中部分，其实台中本身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被发现，比如说公车错误的公车政策太过于拥挤，导致于说呢，整个台中的公车啊，现在真的是很难搭乘，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其实让台中在地人在搭公车的时候，第一个公车减少，第二个公车非常的挤，那真的是很难坐，那我们希望可以来提倡这样的一个议题，谢谢您。好，感谢陈先生，这是台中选民的心声。另外一位也是台中人哦，孙先生您好。哎，你好，你好，那主持人好，来宾好，中视的听众大家好。好，请说。我现在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上一次黄俊英那个走路工，那个古先生为什么就一辆车他去发钱，然后四个人就追上去，是不是我看报上样子他判刑两年就自杀了？我觉得他是边缘人。还有一个台中的林佳龙哈，他不是一个有诚信的人，他也不是区民，他非常的阿爸，诉愿决定书上面敢伪造文书啊，106-115-13号、106-03-24-65号上面有诉愿诉委会的人员，诉委会里面有中兴大学法律系的系主任，还有其他的副教授、教授，大部分都是法律系或者财经系的，为什么在上面他们没有签名，也没有意见？这样的公文合法吗？是不是？这个林佳龙，你要出来，是什么伪造文书呢？他用 Google 的，我房屋是在1995年跟1996年改建的，因为是52年的房子，结果他们用 Google 的那个98年的 Google 98年没有台中大雅的街景图，只有到农委会农林航空测量所去申请，就在建国中学附近的和平西路的那个农林航空测量所去申请两张图，你把两年的图申请出来，你才能知道我的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的，你不能够伪造文书，又说我是94年建，又是106年建，他打电我诉愿，他告诉我你赶快撤销，你不撤销啊，我就用98年的来征你的房屋税，结果我说我不撤销。好，谢谢孙先生啊，孙先生，欢迎你打电，感谢你打电话进来哦。那么不过说到了，其实，在选前大家有很多的忧心，包括到底会不会出奥博，好，包括我们这个选务工作会不会公平公正啊？尤其在今年，这选务工作是非常繁琐的。那么我们看到了，包括这一次呢，你说中选会其实身为龙头啊，可是却带头违法，可以这样的吗？可以完全不按规定来吗？其实中选会啊，他现在角色真的是形同像东厂一样。那么，尤其在这次的整个的公投案里面，尤其中选会这个主委陈英前，其实已经完全失去任何所谓的公正客观的角色。其实宣委会要做什么？宣委会就是要依法行政，你把选务办好，这样就可以了。可是陈英前他事实上他自己本身有相当大的违法行政啊，对，他有非常大的一个政治立场。那这一次中选会竟然是行政法院告诉你，好判决你根本就违法了。所以今天其实在立法院有一些立委开记者会，包含江启臣立委开记者会讲得很好啊，你中选会已经被法院判决违法，请问你主委你凭什么还能坐在那里啊？你今天有任何一个行政的首长已经被法院判定违法了，你还好官我自为之，而且你是要去行使一个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的一个选务，所以中选会现在完全是一个东厂的角色，我觉得他现在是一个把关者的角色。可是让我花一点点时间，对于嘉义县有333张的选票外流，我认为这个事情实在太大条了。真的有真相吗？真的有真相吗？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说333张，你不是随便拿出3张，333张，你知道你可以影响多少的整个的以后选举结果？这里面其中有三个村各100张，我可以告诉你，就村长来讲，100张已经足以影响当选，是啊，已经就足以影响当选与否了。那你这330张一发生了之后，你看哈，嘉义县的选委会
第一时间哦，当时还没有经过任何检调的一个调查，嘉义县的选委会就已经定调了，说这个叫做行政疏失。嗯，他说这是疏失哈，这个不是犯法，好，也不是故意析出啊，就是一个疏失。紧接着检调立刻好结案，说这个不起诉，这个也是行政疏失。你看可以配合的天衣无缝。台湾其实整个的民主政治哈，我们的选举走到现在，过去发生太多这种所谓的奥博，对不对？包含选票流失的、选票增加的、选票有破损的，或者选票突然减少的，那这个已经被抓到正着。我想请问一下嘉义县政府、嘉义县选委会也好，或嘉义检调也好、地检署也好，你们难道不能花多一些些时间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相是什么吗？立刻，包含西村的选票已经被销毁了，然后所有这个选委会也定调，地检署也已经定案，有真相吗？我请问一下，你办选务可以办到这样的程度吗？难怪我们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人都非常担心。在这次选举有很多的县市，事实上整个的选举非常非常紧绷，大家就是非常害怕会不会有奥博，而这个奥博最容易出现就是在选务工作。那很多人说，哎呀，比如说包含说你们一定要去监票，对，我们去监票，但是监票是已经投完票了，可是在投票的过程里面有人动了手脚，你知道吗？如果333张的选票外流都可以这样随便结案的话，真的没有真相。而且我真的非常担心在这次选举里面会有多少像这样的案子，这个只是被抓出来的，被抓到，如果没有被抓出来的，有没有400多张，有没有600多张，有没有甚至超过1000张的，我们真的都不晓得。好，这个选票差点外流啊，说是无心之过。那么中选会呢，硬是纳入行政院的意见书呢，却说只是要增进人民对内容的了解。伟汉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观众朋友要审慎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呢，因为18号的晚上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呢19号一天侦讯之后20号就结案，对，有这样的吗？就没事了，就直接不起诉。对啊，那我们必须知道，把选票带离印刷厂，带离这个选票的计票中心，就是去算那个票要领多少票走的那个中心，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在1996年的时候当过选务人员的，那一次是李登辉在选第一次的民选总统，那个时候我就是选务人员，我是一个投开票所的管理员，好，在信义区台北市的。那选务人员他到了印刷厂去拿票那个过程哦，大家先知道哦，他说他算了3个村，刚洪伟姐在讲哦，包含了柳林跟三合，他写多100，然后放到牛皮纸袋里面。第一个放进牛皮纸袋就有问题，他说是因为会有饮料弄到，我真的是撞到，因为那个地方怎么可以喝饮料，怎么可以抽烟，怎么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印刷厂票印出来了，我今天去领票，我领了票以后多出来的立刻交给现场的这些计票人员，然后要做什么？要把那个票给裁切或者是封存，所以这个票是不用的。那你今天讲的是我领了票以后怕被饮料弄到，那我理解。可这些是多出来的票，你却把它放进牛皮纸袋 A3 大牛皮纸袋，然后放了333张。但是呢，这个侯姓的村干事，他把这个票放进去之后，他放在这个桌上的旁边，他就离开去领便当了。再换另外一个王姓的科员进来以后，看都不看的把这东西放进他的纸箱拿走。现在呢，这个就是检察官跟这个整个警察去经过了侦讯之后，检察官讲说：“哎，你看这个画面，我们现在正在放这个画面。他拿这个纸箱，他走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照例要给警察来检查。那他给警察检查的时候，跟警察还在聊天，有说有笑，表示他内心坦荡，他没有问题。可是大家看，刚导播如果还来得及的话，给回面前那个画面，他进到那个那么谨慎，因为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是去领票的地方，他可以看都不看的就把那几袋知道我要拿。那其实桌上还有其他东西，他就没有拿。”所以这是最奇怪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也尊重检调最后的结果不起诉，可是我要讲的就是几个点都非常的不合理。那一些票多出来的票是要裁切的，是要封存的。现在是看到这个画面，就是等一下他会在左下角的桌上他去拿的那几个，就是这里，他就直接把桌上的牛皮纸袋，他没有看旁边也有人，他就把它拿起来以后放进纸箱，就是这个动作。然后呢就把整个纸箱抱起来要拿去给那个侯姓的女村里干事。这几个点都非常不合理，但是却在2天之内直接不起诉，说啊都是一场误会。那这种误会为什么偏偏就在这里发生？这是会非常严重的事情。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
今年的选举格外的复杂繁琐，有十公投案，一共15张选票啊，都还没开始投票呢，就已经漏洞百出了。而且我们刚刚提到了，这才是目前被抓到的。那如果没抓到的呢？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很多民众、很多选民可能对中选会的信任荡然无存了吧？对，我今天在路上拜票的时候，还遇到一个他是公务员的人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是公务员哦，我跟你讲，这里面有很多可以作弊的地方，譬如说你会开到一带电脑停了，电灯停了，什么什么啊，你们一定要小心，要派人去那每一个监票所，你都要派人去监票。我刚刚讲说，大姐，这次可能要几十万人才能够全面监票，对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跟政府为对立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代表说，现在的选务工作怎么会让民众这么不放心？这是2018年呢，台湾实施民主选举都已经多少年了？今年为什么我们的执政党会让所有民众对于选举的过程跟结果这么的不放心？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就马上问了一个我在台北市警局的朋友，我就说，哎。他可以把选票销毁吗？因为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远景就表示说，哦，这个初步判定，第一个这是不慎析出，第二个要把选票送去销毁。我说远景第一个时间怎么就知道这是不慎，然后第二个就表示要销毁，这个选票不是证据吗？他就说，嗯，其实对啦，如果按照台北的 SOP 的话，这样是不行的，因为第一个选票被带出来的选票它是证物嘛，它是证物，你把它销毁，这不是灭证吗？这不是毁损证物罪吗？第二个，他说通常远景是不会去判断这是故意或过失的，而是把案情调查完以后交给检察官去做判断，所以第一时间远景是不可以去做价值判断。可是很快的，我们的检察官也马上在一天内就已经判定说，哦，这个也确实是不慎，所以就不起诉。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个事情既然已经抓到了，你可以选后慢慢的去查，慢慢的去还原真相，再决定起诉或不起诉。我没有看过这么快的案子，就是一天二十四就对对，所以是这为什么那么快的决定不起诉，是要安谁的心吗？我觉得这个案子的疑点凸显了更多我们怀疑的疑点还没有发现。啊，可是韩明怎么办？就不到6小时就要投票了。其实我跟你讲，现在不能怎么办，非常危急，我们真的很难去采取什么动作了。因为你看，现在陈云前是摆明的，他就是要硬干，他管你什么违法不违法，反正我先造成既成事实再讲。然后造成之后，你们又能怎么样？反正我脸皮够厚啊，我也不管你那么多，我就道个歉就算了，继续做啊。人家东厂他现在已经自命为西厂了，我就是跟你干。在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最主要冷空气减弱，北部到了28度，南部可是在32到33度。但是要注意哦，今天晚上开始，封面要逐渐接近了。明天呢，北部要转为一个。